大哥，你办酒干嘛？干嘛去啊？一个粉丝从外地过来了，然后咱们家粉丝来了，必须要好酒招待。石龙虾哇！对，今天请粉那我可丝吃以个喝点饭，不？喝个酒。啊，你那我要可以喝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赶紧到了吗？到了，就在到楼了下。是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这个酒好喝。吧。啊，今天有酒喝了，走吧。欢迎咱们粉丝今天来广州做客。欢迎军哥。Hello。今天小酒怎么样？必须整上，喝点必须整啊，上，喝点。必须要喝。柳柳喝不喝？可以啊。他不喝。柳柳要喝，你确定一定要喝？平时不喝酒，但今天军哥来了，必须喝一点啊。OK。今天就是喝高尔夫，怎么样，军哥？这个酒熟不熟悉？这个酒肯定熟悉，很熟。之前在刀哥直播间拍了，拍了一单之后，这几天一起拍了十几单囤着的。这个酒没得说，确实可以。三斤装的高尔夫，行了，柳柳，你今天确定能喝多少了？今天开心。刀哥也喝点啊。喝必须喝，今天柳柳喝我也得喝。你看我三个杯子都准备好了。以后只要有粉丝来广州，必须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刀哥敞亮，来吧，来吧，哎，要拿哪一个？交杯，交杯，来，举个杯，举个杯，啊，欢迎欢迎欢迎军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欢迎粉丝来做客啊，对这个酒感觉怎么样？这个酒，说实话，这个酒，它那个，我之前喝第一次的时候，我觉得它那个这个可能是一个老酒，但是其实它是个新酒，对，但是它那个入口非常好，非常好入口，而且回甘很明显，那个酱香味很浓。这个酒它是老酒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。对对。所以你说八成的口感跟茅台相似，这个酒还是 YYDS。我们平常商务招待的时候，国台啊，那个红花郎啊，那些赖毛啊，对，这个都是也不差吧，也就是四五百块钱，三四百块钱，四五百块钱的酒，的这个口感基本上可以跟那个酒媲美，基本上可以跟那个酒媲美。多喝点今天啊！感谢，今天多喝一点。哎，军哥，昨天这个酒我看到你在直播间好像又停了十箱哦。是这个酒怎么说呢？这个酒，它确实是值得，真的是值得这个价格，包括它的口感。现在刚好福利。对，刚好刀哥直播间有福利，我觉得喜欢喝酒的兄弟，这个酒真的不能错过。这个、来，好酒再干一杯！来，今天喝开心啊！感谢，今天喝开心。以后没事陪我喝一点啊！以后我把你锻炼出来。好香啊，这个。嗯，对，这个酱香味很浓。我们吃饭，边吃边喝了啊。好，